们在爬山，这里很像小型的，叫什么？合掌村。觉得啦，因为他们这都是带着蛮特别的，然后有的地方可以进去逛，然后有的地方不能进去逛。逛的，但是吃大。好啦，我们开始要爬山咯。因为其实这个村啊，它其实就是爬依山是盖。小小的，都很好看嘞，四号卖东西啊，那我们可以先去四号。有哎，产品。那我们走到四号了，来，我转镜头给大家看。四号。啊，不是啊，就是我们那种像我们家那种备餐团的那种。来平富士山走回去，哎，有人说这里有葡萄，听说小蛋糕，平富士。你看富士山的龙眼，还有石榴棒吗？可以吗？洗澡吗？哎，边录影不是可以边拍吗？那怎么拍？你都不洗这个，我都不知道。啊！真的可以进去看吗？是一个画虾的体验馆，绘画展。然后我进，然后我等下进去哦，进去。他说可以进去，只要穿拖鞋。反正有附赠拖鞋。啊，你不要再来帮我拍照。下马走路走到第七馆来了，第七馆是沙防资料馆。这是纪念碑啊，这里之前有台风所以灾害。这个纪念碑，
饲料馆的第二个二楼，他的拖鞋好滑。这边是二楼，二楼也接近它的屋顶。哇，你看这屋顶，真的是哇！我们虽然这次会去金泽，可是原本是有想说要去金泽的白川乡合掌屋，可是。因为我们金泽停留一天，时间又就没办法跑到这么远的地方，没关系，留了下子，所以我们就往玩金泽的市区比的东西就好了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看这边的，这边的河口湖旁边西湖的西湖根长，这边其实就是算是合掌屋的一种，一样，只是它没有像那种拍照下雪那么漂亮。可是它好处，它可以看到富士山。嗨，老公。嗨。那第六间我就拍到这边喽。20 minutes later。八号好像是炉灶吧？以前这边的炉灶。八号。这就是八号啦，自然的，以前他们的炉灶这个样子。九号，哎，这件很好看呢。我要去花艺区知道了。这边真的很适合拍照，正前方就富士山哎。正前方富士山。小小的一个富士山，啊，这是我们开始前往第十号咯，第十号的讲解，好，前往十号，十号是艺术创作的，今天创作的是这个。好的样子，哇哦！啊，等一下，这是十号，还有前往几位？嗯，好啦，那十号就先接到，我们来前往第十一号。也是一个可以让人家参观的画展的地方，也是很漂亮。来，这是十一号的侧边，还不错吧？这是十二号，十二号的话是朱服装的地方。对，一个人1000块，五分钟体验。哇，以前的这个，他有小装置。哦，不是可以上去的吗？哦，土著，实际上，请脱鞋子。这是13号，对啊，13号是体验，
验的，可以体验做一些东西，看一下。体验的13号，桃香村13号。他现在按老公介绍。应该是制造玻璃的。老婆的最爱。万花筒。14号。啊，写轮啊，眼睛呢？万花筒写轮眼就在这里。然后蓝色的，会不会？我们来看看。这个可以看。哇。万花镜。我丢错，拿错地方。真的，真的有才。真的、哦？那我嘞，我变成怎样？你变成好多人。好啦，哇，好多你哦、喔，酷吧？就是那个、啊、万花筒啊，好啊，大玻璃，什么牌外观？这栋蛮好看的，这是14号的外观，它比较偏向玻璃制品的感觉，砂玻璃。40号，耶耶16号在15号的旁边，厕所。富士山的手卷哎，日本丝绸。16号是染房，16号那16号的侧边还蛮好看的，哇，这真的是很壮观。这是第17间，17间是陶艺的工作。好，这是它的入口。到手。这是陶艺，黑色彩体。17工作室。哎，还有卖完没？好可爱哦！
公带路十八号。哦，我做那布偶娃娃，手做，十八，好，这件可以刷卡。十九号是卖土产的，土产店。啊，你要吃这个吗？芥末好好吃哎，好好吃哎，好不好好吃哦？要不要买一笔来吃？啊？我买一笔这个芥末的，这超好吃的。